哇天哪！哇，第一次看到有人做棒棒裙，做他他给，我还没看到，好不好？好啊，哇，36度，好，先三温暖一下，大概5个小时后见。那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方法是，你所有的口红都可以不掉，不用特别去再花钱买一个新的口红。他用他是有用一层卫生纸，他把它撕更薄，是有透出透进去的。我看到那个粉了耶，好了，这样画上去，这样不会掉，这样不会掉，测试。你直接吃吗？那我们看兜里的吗？好好吃哦！这我昨天买的，然后不是我礼拜三订的，然后昨天煮的，完全没有掉，真的假的？欢迎穿越的女人，我最大，连大师都来了，来告诉你说，现在这种天气，你看那个妆不糊掉，那才怪呢。而且呢，你说嘛，一叠一叠一直补，一直补，一直盖斑的盖斑，盖黑眼圈的黑眼圈，还要弄细纹的，对不对？热死人了，真的。洗个澡，头发吹干又一身汗，不要再洗。真的，不要怎么化妆？对，怎么可能不脱妆？还叫我们上山下海都不会脱妆？对啊，谁会相信？好，我们录完了。好，哎，你们准备结案了吗？请问一点，我都不相信老师自己。艾文老师，你好，你都不会脱妆吗？还是会啊，还是会。然后你最害怕的，你的妆你最害怕的是上山还是下海？都害怕吧，爬山也会流汗。你看吧，第一个达人老师就说不可能了，他也会脱妆，他要让几率减低啦。哦，好好好，对。第二位，最优雅的袁萱老师，梅姐大家好。你呢？你呢？我啊，嘿，其实我自己本身还蛮不会流汗的。哦，这种天气不会流汗是关键。对，不太会流汗。我就是本身个性又很懒嘛，就很像那个无尾。所以你也会啪啪憋尿？不是，就是会尿道炎。能够坐就不要站啊，对，能够那个我，所以就是不太会流汗。哦，接下来我们这一位他也是哈，哇，他真的出去无时无刻都在补妆。真的，他不会输给卞庆华。没有，他现在比我还强了。他现在真的比我还强。比你还会看。硕西，他的妆都。硕西都美丽美当，美丽美当。来，我是杜雨萌。大家好，我是杜雨萌。哎，干嘛妆害羞？你今天妆化多久？我今天妆还好啊，15分钟。真的很快。几层？几？今天稍微。哎，一层。他的妆很厚吗？我来看一下。没有啊，很自然呢。会厚吗？厚吗？出了他眉毛没有啊？还好吧，还好，他这算自然吧？没有，我看过那个真的厚的，是你打后脑勺整个面积掉下来。可是你的妆比他薄很多。我没有化妆啊。哦，你没有化妆，你没有化妆，小皮肤。我斜心不用化啦，对啊。我觉得我不能接受男生画的像 Wish 这样，为什么？对，真的吗？他会吗？我超薄的，薄的。我觉得跟便便谁比较浓？隔离跟粉底而已。我们两个谁比较浓？我看一下，便便啊，好像立刻说，你的比较白。对，谁比较浓？好像比较浓，好像便便，便便好像浓哦，比较，我比较嫩一点。你要撑一天啊，我要画内眼线什么啊？因为我一直补眼线，不是因为我一直他一直盖吧？对，我中间都会去一直补妆，一直补妆，所以一直叠一直叠。他那去司马库斯，你在那边补妆是补什么？你还跟我们讲说，因为司马库斯，司马库斯不用，我们几个老太婆大家都在那边。女生补妆就算了，你男生不是因为司马库斯只是爬山，他去日本不是也在补妆吗？去日本也补妆，我不能因为泰国粉丝认识他。哦，这样不行啦，男生就是要 man 一点嘛，一直流汗啊，对啊，然后他可能那个卫生纸擦汗，然后粉底还比你多，对，可是他补妆蛮 man 的，他就从牛仔裤口袋这样拿出来，然后等红绿灯那样，不是我就稍微压一下，顶多就是用一个粉扑这样拍一下，这样他就是用面纸，或者是用卫生纸用压的，流汗他都用压的，他都用压的，不是用擦的这样子，不是这样压 ，sense 哦，嗯。但现在朱雨萌已经超越我了，我觉得我个人的肌肤是算是中性混合肌啦，对，所以我不是那种特别干的人，所以我自己选粉底液的时候，或是我妆前的保养，我会选比较清透的。像我先讲妆前保养哦，我如果出去像户外跟卞庆华他们去溯溪，或者是去爬山啊，或是有可能遇到民众跟我们拍照的时候，我就会拒绝，就会补妆，走开，先不要，等我补好妆这样，没有，我就会先妆前我会先用这种比较清透的化妆水。我拍完之后，我就会上系数比较高的隔离，因为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嘛，然后老百姓就站在那边等你拍完，然后我说在家里啦，走出我的安全区域之前，下车之前他会先补好，然后再关车，然后这两个动作其实很快嘛，其实5分钟解决，拍一拍就好了。或是其实我也蛮推荐
这家的，这是什么？对，就是知名一把钥匙，一把钥匙那一家的，哇，连男生都用到钥匙哦，贵妇用的呢。毕竟它的保养成分很高啊。对啦，对啦，所以你就隔离都顺便保养。那么好，好懂哎，五十加哎，我还防晒的系数很高。对，嗯。然后接下来呢，我刚刚说到我是那个中性混合肌嘛，哦，所以我会用他们家的，这是 Marni 的吗？对，哦，他们家的这个是著名就是。它会让你脸上的奶油肌，奶油肌，奶油肌的意思就是呢，当你出去出油了嘛，你上了这个粉底液之后，你出油了，就会变奶油，它混在一起，它的粉底液会跟你的脸上的油脂跟光泽自然的融合，自然氧化，所以你看起来或别人看起来会好像是你自己的脸部的发油，不太像真的出油。对，就像如果你真的觉得太油的话，你可能用手背稍微压一下这样子，它可能就会看起来挺自然的。嗯，他什么都不教你啊。哦，对，他都没教我，好像蛮厉害的，对啊，而且他非常时装，他非常时装，他你已经快可以做老师那个地方了，没有在那边专业录影录了八年也莫名其妙的回来，我突然看到凯文老师的影子，你坐在这边好不违和，对啊，所以总共呢，我们的粉底液要用这两种粉底液就可以完美的结合你的奶油肌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那这个板子是怎么样？这板小棕，小棕代表的就是奶油，奶油，因为你的脸都是油，好多是油，皮肤很好哎，还可以的，油腻。如果比较起来，我真的会选小棕哎，对不对？因为是比较 man， 然后比较干净，而且男人脸上有一种脸，他没有化妆，你就会很想捏他。可是他油到你就我粉油啦，粉油粉腻啊，就像笔记一样，不想捏。对我很会出油，而且我很会出汗，你也不止油，你是松，我很流汗，还有一点松跟下垂。那就是男人的岁月，而且你现在额头是怎样松就松啊。你也松啊，互相伤害。我跟你讲，你松很多地方，我跟你讲。我跟没有了，不要这样。大家都是同事，不可以这样。没有了，但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魏许其实很棒，因为一个艺人其实要注重他的外貌，尤其你在外面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有人要跟你合照，对我都会把他。那个手机拿过来自己拍，因为他们拍很丑，角度我们自己知道角度，有时候觉得哎你好亲和哦，你还不可以这样，其实你拍得很丑，对对，因为有时候路人把我们拍得很丑，而且你比较高，对你这样拍下来，所以我们这样发拍的话，你看我是跟周润发学的，你看周润发都是自己拿自拍，因为他知道什么角度他自己是最好看，这一点是我们要去学习的。你为什么不学习周润发别的地方，要学习自拍啊？你就学习他演戏，他学周润发的亲切。有啊，钟哥超亲切，而且钟哥真的有全部人都认识他，超多人跟他拍照。对啊，我们出去玩你就知道我们是不是很红。真的，我们去一个深山里面溯溪哦，真的。然后有一群妈妈这样走过来，你是小钟吗？我可以跟你合照吗？大概就十几个人这样围住钟哥，这是真的，真的。去个便利商店，去个休息站暴动，对，暴动就大暴动，直接暴动跟他拍照。哇，你看到没有 ？Wish， 他最近他出游健身，所以这是画的。对啊，这有画，这有画一些些了。不是，这后面是画的。披的上去，你自己要画。是自己的啦。哇，你看哦，在溪水里面。哇，重点就是要秀身材。真的很厉害，他下完水之后，他的妆还是长这样。那我们下完水之后，妆已经完全都脱掉了。真的耶，他真的蛮厉害的。嗯，那你像写真集，那不错哈，两位老师。都蛮自然的。嗯，对不对？你想说这样我来干嘛？救女生啊，对，救女生，救女生，那不错哎。但我也觉得他们也是高手，嗯，对，哇，厉害，强强厉害，真的。因为我常出国，常出国呢，我坚持到每个地方都要留下美美照。跟你们说哟，我出国是拍照，我是绝对是衣服啊这些造型我自己搞定，然后呢眼妆都是我自己化，厉害。所以呢，因为你知道吗？你到每个地方啊。像每个地方，像这个是撒哈拉沙漠，你知道撒哈拉沙漠呀？你烫不烫过？我都没有躺过沙漠。我跟你说，那个地方是你要开车六个小时，从埃及的开罗开车到六个小时跋山涉水到那边之后，所以你要顶那个六个小时的妆，妆都不能花，才能拍出来。那请问最美的光是哪个时间？最美的光，我跟大家讲啊，千万不要找顶光。我跟你们说，中午的时候不要拍，因为呢，顶光在你头上就好像一盏灯盏光一样，你怎么拍都像鬼。那当然呢，我拍起来是 OK 啦，但是有时候你可能。是要
一边拍照，找个闪光灯打过来。哟、嗯，拍照也是讲究漂亮鬼、嗯。这个拍照技术，我就在你们慢慢说。我很多很多的套，很多套路，很多门路，是你们不搞不清楚的。当然，我跟你们讲，不只是这样，还有这个是在埃及的前面金字塔前面拍的，让我眼妆都是会变的。像防晒要搭配这个衣服，也哦，对耶，有一点要点蓝色、蓝绿色。哦，对对对，这个我这个、啊、这个也是抢早上的、啊，这个抢早上大概这个八点多你要到那边拍，哦、人不要不会太多，所以呢，我凌晨四点才化妆。你不是要起得很早，就凌晨四点呢？你起得来吗？哎，我跟你讲，为了美，我什么事都做得到。我跟你讲，我是为了美，我会付出很多钱。好，不要生气。我跟你讲，为了漂亮的东西，我是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啊。哦，那你今天给西都有带来了，对，都有带来。那化妆这个妆大概要多久的时间？4个小时、啊，都4小时，这都4小时，4点几小时。哇，我跟你们讲，哇，他很高干，你讲究细致，就像你的眼妆什么颜色都没有啊，你就擦几个那个豆子，就以为说这样没有豆子哦，有豆子的是你，不是你那个亮片，那个亮片这样，不要吵架，不要攻击旁边的来宾，亮的，不是，因为我跟你们讲，是你到各个国家，你眼妆一定要随时变化，但是我跟你说，很多人在。眼妆的部分，他可能要撑一整天，从早上清晨到晚上。像我拍到的话，因为我讲究这个光源效应，对，我讲究是一天的效率性啊。嗯，所以呢，我一天我至少可以拍3-4组，因为你要坚持住你的妆，才能够做这么多的事。嗯，那如何坚持住妆？干嘛？眼影很重要，眼影如果画得太淡，我跟你讲，我觉得眼睛就不会显现出你的魅惑感。那我是什么颜色都可以驾驭的，但是呢，很多人画眼影的时候呢，过不了多久，他眼睛就糊掉，脸脏脏的，对，有时候中间卡一条线，这对哦，这很容易的，女生超容易的。你要讲话的时候，你那一个肥。然后油油的，还有反光啊，这样亮亮的，然后中间一条线，然后脏脏那样子。我跟你讲，男人看你两清啊，所以我跟你说，我眼妆是不管是闭起来或张开的，通通都是一样干净，而且混色混得很好看。因为我跟你讲，你在妆前一定要用眼影底膏，我试过1000次了，很多人跟我说，现在的眼影不用用眼影底膏。可我跟你讲，因为我眼睛割得很大。我一定要眼底膏，不然它两片像屁股一样，它就会一直磨。那所以呢，屁股，所以我知道我的眼型是怎么样，我知道我眼型怎么样，我一定要眼底膏。眼底膏之后，它会让你的这个眼睛啊更好上颜色，更被显色。那再来呢，上完这眼底膏之后，轻轻涂一层上去。你就要再加上蜜粉把它镇住，定住之后呢，再上什么颜色不用怕，上7-8层，通通都不会糊掉，对，通通都不糊掉。眼底膏很重要。哇，那我眼影啊，眼影通通都是非常漂亮的，高档的。那你看，这就是我的今天这一盘是我在法国机场买的今年的新色，你们大家看一下吧。嗯，啊，看过没有？骨头啊，全都是今年新色。你看有两个颜色这样子的，这个差颜色，我今天用的就是眼睛上就是颜色，今天帮大家用的啊，看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颜色，真的是很漂亮。哪里啊？花了手，好花了手，看不到眼睛的颜色。哦，他挑的都很适合他自己。而且我跟你们说，今天我是怎么画？今天我是怎样画？我今天眼影啊，我是先用这个打底，先用这个颜色打底。哪一个呢？雾的，先用这盘，先用这盘也打底。眼窝一定要先把它画起来，画起来之后呢，再用小笔把它晕染完之后呢，你再用深色一点的颜色，像是这种颜色，有点灰灰的，带出一种紫感。紫感之后呢，你就可以再带出一点深紫感，再用这个颜色之后呢，我再用一点这种咖啡色的感觉，把它再补上去，我的眼尾把这个魅惑感拉出来之后呢，我就再上亮片。而且再来，我跟你们说，你不要以为眼线是很简单，很多女生都觉得眼线非常简单，错。眼线的开始，我就用了光眼线，我就用了4种。首先呢，我会先用这一种比较淡的眼线笔。这种比较淡的眼线笔，它就有点咖啡色的，它会先勾出我的要的眼角，因为我的眼线是拉长，拉长，所以你有时候拉到这也是可以的，你就慢慢把它勾，它不会太深，所以绝对不会画错，所以呢就这样勾完之后呢，再用这个眼线把它描绘出不要太死的眼线，你可以像画画一样这样描绘。我不喜欢女生直接用眼线一刀拉出来。我都是这样哎。你不要这样，我跟你讲，很多女生这样一画出来，你知道那眼睛对眼线还在反光哎。光泽感太。我跟你讲，我不喜欢，我觉得一定要有一点就是雾化，让它有4有4、5的感觉才叫精致。我讲究很精致的，而且我会关注每个人妆那种态。你知道吗？那个会像歌仔戏，那个画上去，你知道那个灯一照上去，看到很多人那个眼睛在反光哎，那个眼睛一照在反光哎，那个就太塑嘎了感觉，那个看起来就会比较老气。明白，懂吗？懂。老气，你要没有，因为我是可爱脸，我就想要老气一点啊。哦不，那个叫做质感问题，那跟可爱不可爱没有关系啊，你知道吗？有时候是讲你觉得这可爱，因为我看就是这跟可爱没有关系。OK， 受教受教。那再来呢？我跟大家讲，还有呢，你第二点，我就会用这种比较黑色的眼影去描绘。刚刚你画过眼线的地方，再叠上去，描绘一次，再把它画出。这个不是容易晕吗？
哎、欸，没有，就是让它晕，就是让它晕，就是要人家画里画的画得出来，它是晕染感，哦、不要太边界感，不要对边对对对，不要太死。然后再来呢，你刚刚说会晕染，对不 对, 对, 对？不用担心，我还有眼线胶，眼线胶再画上去，用细细的一条再把它画上去，刚刚把你的重点的边再勾勒出来。最后呢，我再用眼影再偷偷的再画一下，最后再用眼线液把它给全部画。不能要四小时。高刚哎，不能要四小时，这样真的不会。四小时，那重点在哪？我还没讲下眼影呢，而且我还没有讲睫毛呢。我睫毛都是一根一根种上去的，我很讲究要跟我真睫毛粘在一起。哇，这个是跟装潢一样。然后我还要用烫它烫起来、啊，我不止这样，我底妆通通都是完美，我底妆也要通通要六个步骤，真的。好厉害！你有看到那个一个帐篷在你旁边吗？哦，看到了。那个是老板说要测试一下你的妆到底有多对。我的妆，我跟你讲，我连套到游泳池里面，他都可以。我不是要玩那么大，不可能。这个是三温暖，准备三温暖哦。对吧，好吧。哇，你要进去整个这样子啊？啊，我进去了，好了，好吧。这样。哇，天哪！哇，第一次看过有人困风风群做他那边。太热了吧！气都不看到，哇！打破你看到气都冒出来了，那个现在棚内是22度，可以吃汤阿给啊！我的天，36度啦，36，所以你整个脸要进去啊，他整个人要坐进去，整个要进去啊，整个脸要进去，你整个人在夏天这么大，来来来，你坐好，节目好前卫哦，哇，你来节目玩很大哦，哇，36度，那我们就把它关起来，然后不要出来，是不是？哎，你看里面，你们节目真的是很猛哎，其实 OK 的，它的温度是我可以接受的。哎，他会不会没有气啊？这样没有氧，他没有氧气，你要开一点给他。我们加热好不好？开一点点。哎，你要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口吐白沫啊？他里面是不是有拉链？里面这边可以开，你可以开。哦，我这边可以开啊。对。就从这样开过来这样吗？啊，对了，对对对，好多烟了，好正常，很漂亮哎。所以到底能开？我要不要开不开？你觉得会热吗？觉得。很热，蛮热的。两个人讲完，大概先让你热热一下哦。先三温暖一下。大概5个小时后见。好。接下来是谁 ？Dory。对，嗨。因为呢，我们平常表演的时候都是在北部书画，然后但我们要搭很长一段车子到中南部去表演，但是可能一下车的时候，你就要赶快上去彩排了。所以通常的话，我们都会用一个。等一下教大家的步骤，那你看这就是我表演完拍的照片，你看口红都没有掉，所以我就学了一套那个在台北、哦、口红的 ，OK， 对，就是在口红的话，我在台北学了，在妆法师那里学了一套可以让你不用补口红的方法，哦，对，喝水不会掉吗？不会，完全不会掉，因为平常我们之前可能不会有要买。不掉唇的口红嘛，所以大家一定会有很多那种被冷冻的后宫。那我今天要教大家的方法是，你所有的口红都可以不掉，不用特别去再花钱买一个新的口红。真的假？对，这个很实用。随便家里的口红，然后一个随便的蜜粉，尽量控油的，然后再来是一个刷子，这样就可以了。听起来都很随便。对，不用花钱。目前都是随便。对，然后就我现在没有上口红哦，然后我就随便用了一个口红，这样随便的。哎，里面的那个帐篷在蠕动，常在蠕动，是不是受不了？而且要闹鬼哎！从侧面看他骑进来，他想要看，热吗？他想看他怎么？会热吗？还行啦，这我平常也会做这个。哎，你的妆开始，你妆开始脱了，你的妆啊？没有，他妆没有脱，有脱吗？你要来看一下，小心要跑出来打。然后呢 ，Dory？ 好，然后就是第二个步骤。你脱完一层以后，然后先用卫生纸把，因为要把那个刚刚第一层对油脂先吸掉，这抿一下。抿到它完全没有颜色，就要把它的油吸掉，这样会比较定妆。抿完以后还要再擦一层。哦。对。然后尽量是擦在嘴巴里面，因为里面那一层最容易掉。嘴巴。靠近牙龈的地方，吃东西的时候。对，那边最容易。好，然后第二层完以后呢，就拿一个卫生纸，然后沾了蜜粉。然后尽量是薄一点，就是可以把卫生纸沾了蜜粉，对，撕掉这样，因为不要吃到比较好。然后盖着，然后上，啊，哦，隔着卫生纸上蜜粉哦，啊，哎，还，哇，好特别，对，这什么意思啊？对啊，这样画得进去吗？对啊，你这样有。他用粉是有用一层卫生纸，他把它撕跟对是有透出透进去的。
我看到那个粉了耶，啊，好了，这样画上去，这样不会掉，这样不会掉，测试，不可能，亲一下，亲一下，看看，亲一下，不是，不是，真的会掉，测试，要掉测试啊，真的真的，吃东西吃什么，有没有啊？啊，我们有准备，哇，包谷。哇，这个怎么可能不掉、啊？这个不可能不掉、啊，这个一定会掉吧？不会，当然那么用心哦。对。啊，网络上面现在有一个定妆的方法叫做烘焙法，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比较保湿型的蜜粉，然后呢，你就是把它厚厚的铺在。啊，厚厚的。这么厚啊？好厚哦。哦，哎、欸，这个很厚哎。对。这个像意剂。这么厚、啊。然后它的精油香哦，画超多的，妆就没了。对，妆在妆。哇，这个怎么可能不掉、啊？这个不可能不掉、啊，这个一定会掉吧？不会，当然那么用心哦。对啊，来来来而且为什么有六只啊？还有一只加六根是不是？没有啦，新媒体很爱吃，也饿了。哦，那我们也可以，我纯粹想也要吃，我们也要吃，这个很好吃哎。我还以为他要吃六根，那个给他吃，太好了，喂喂他一下。好好吃吧，好漂亮，是不是很好吃？对，很多很好吃。你看它会掉，你看它掉了，会掉吗？我的不会，真的。想尝有掉吗？它的掉了，好看吧？掉了，我的不会，真的。鬼故事。好，我来。好，我没有放到，你直接吃吗？那我们看兜里的吗？好吃哦。在我昨天买的，好吃。然后不是我礼拜三订的，然后昨天煮的，完全没有掉，真的假的？真的吗？好厉害！你再滚一滚啊！一般的口对你真是迷你，吃完一圈吃一圈，它没有粘在，它真的没有掉哎！哪里啊？你看它，你看它真的没有掉哎！那根借我，你看它真的没有掉哎，这么厉害哦！哎呀，我也算没掉吧？你掉那么多，没有在进，真的耶！这样子你家里你有掉吗？有啊，有掉一点点，厉害哎！照理说这会两位来小琪来看节目的，我们也要吃，这个好好吃哦，我一定掉的啊，好好吃哦。你的玉米须一定要吃，你就傻傻妞。我掉了，有啊有啊，那个对，都一点点啊。你给镜头看，这太难不掉了。它都没有啊，真的不会掉，一吃就没有了。哎，真的耶，好厉害，我要学起来，好厉害。小琪的有掉吗？一点点这里。你吃完了没？很好吃，还蛮好吃的。你看镜头，你看镜头，你连那个边边像上下，为什么你连妆都掉了？很严重，你掉到这边来，你掉到这边来，吃的太豪迈了吧？因为我们就是家庭主妇，会这样子，要吃就是。哎，你们这些浪费的女人，我跟你讲，吃就是要吃到底，要吃到根部。对，我也吃到根部。你那是牙龈流血还是口红？好可怕！牙周好红，你超红的，好红，你超红的，完全没有查到，超红，发现有牙周病。要看牙医，我帮你介绍，我们真的认识。没有口红没关系啦。身体要顾呢，姐。还好吗？好吃啊，快吃完了。哇，好好吃啊！下一位是谁？我都要吃完了。小琪，你给戏好简单哦。对啊，因为我就是不适合卸妆，对不对？赶紧卸妆。不是因为我本身就蛮白，所以我不适合画太厚，我会看起来很像那个叫什么艺妓还是什么，所以我妆一定要非常非常的薄，然后再加上我非常会流汗，所以我真的不能上太厚的底妆 ，OK， 然后我的底妆都很简单，但是我觉得我是步骤厉害，就比如说我底妆一定要在所有的妆的最后一步，因为如果你先画好了底妆，你再画眉毛或睫毛什么，你就会手啊去靠或什么， 你就会破坏掉你原本的底妆， 所以我底妆都是最后才画，而且我最后画我还有一个细节就是我会先上遮瑕， 然后因为通常底妆你最害怕的就是你的瑕部肉露出来，就比如说黑眼圈啊、痘疤啊，对，你的瑕疵如果露出来就会感觉你的底妆开始崩盘，所以遮瑕是底妆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步骤， 一定要先上遮瑕，再用底妆把遮瑕包住， 这样你的遮瑕就比较不会。
会掉。就是比如说，他刚有那个女团嘛，然后也有外景嘛，我是综合体，就是我外景也有，然后女团跳舞，哎呦，我就是流满身大汗，那汗都会滴下来。所以如果我上很重的粉，就会很明显，然后一擦那个妆就会掉。所以我自己就是觉得我底妆画得蛮好，但是我每次只要一流汗，就会有点崩盘。所以现在麻烦 Vincent 老师帮你定妆，对，然后再杂派。好，自己提的话自己提。小皮现在就是专业，要进去那边，真的很猛，要进去整理一下，这样好。因为我就是很不太整齐。我们会不会忘记抢墙？哎，那个笼子好像没声音嘞，会不会挂掉？会不会死掉？危险！危险！我越开了，邓来哦。好吗？要点的。我哇！哎，你身体都是汗哎。是不是？你看一下，哎，完全没脱妆，真的，他真的好骚哦！你现在很鲜呢，他肉，他整个衣服都湿掉了，刚出来的薄衣服都湿了，没错，难怪是我的妆，你看，有了，你刚吃玉米的口红有掉，其他都还在啊，那是吃玉米的关系，但是呢，你看我的眼妆。真的跟你们说，我跳到水里面不脱妆就是不脱妆，我可以深潜。好，深潜，马上帮你准备游泳池。游泳池，潜完水，上气筒。游泳池，他的妆因为蒸过了以后变得更好看，然后脸还比较红，气色比较好。没错，我的妆不怕流汗，也更不怕。你要做很多事情，所以呢，我做什么？要做什么事？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比如说哦，如果你要做很多事情，或者你需要很久的持妆感的话，你跟我学我的妆绝对没问题。好的。果然是美照达人强强，自己画的眼妆也能躲过蒸汽的威力，健康的肤色配上布灵布灵的眼影，真的是太漂亮了。我们是用的蜜粉霜。把小金鱼，它就可以变得非常牢固，它的那个真的吗？底跟那个蜜粉整个会结合，真的可以，容易压得动，对，都会用力，要用力，用力。啊！哇，真的很大力，大力哦！我现在很想认真测试。现在要把现场呢交给 Vincent 老师处理一下。我们今天啊一直在讲就是不脱妆的部分嘛，那我们首先要先知道就是说脱妆为什么会脱妆，就是脱妆啊，因为像我们的皮肤本身会分泌油脂，然后呢你本身你上面的化妆品上面也会有一点点油脂，所以啊你皮肤的油脂跟你化妆品的油脂如果结合在一起的话，它就会松动你的那个粉体，所以就会间接的就会变成脱妆的现象。所以通常啊在上妆之前，如果说你把你的皮肤把它处理到一个很无油的状态，然后很雾面，那你的妆无油我们就很干，就会干干。对，所以啊你就是要擦保湿，就是水分比较足够的保养品。因为刚刚小琪炫已经有上了粉底了，对对，然后我们稍微的再帮他补一下，因为他就是已经有维持一整天的妆了。对，那你要持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啊，你在上粉底的时候，你可以挤一点在手背上，然后呢你可以用挤什么粉底液。好，对，然后呢你可以用这个定妆喷雾，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定妆喷雾，对对，然后你可以把它喷在你的海绵上。那不会黏住吗？不会，因为它本身的话它会帮助你的粉底就是帮你成膜在你的皮肤上，就是用拍的，轻轻拍，叠擦叠擦。然后啊你可以去买，现在市面上买这种粉扑，这个是我们台湾自己发明的，这个非常好用，我也很喜欢，怎么说这个是台湾做的哦，这个非常好用，它是有一点像是舒芙蕾的质地，对，然后呢它不会吸收你多余的粉底。对，然后啊我今天要示范两个定妆的方法，就是这一半呢我帮它示范的是油性肌肤的一个持妆的方法啊，这边是比较干性哦，干性。对，那现在我们今天要示范的这个比较偏油性的这边呢，就是网络上面现在有一个定妆的方法叫做烘焙法。所谓的烘焙法就是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就是比较保湿型的蜜粉，嗯，然后它里面都会有这个附的这个庆恩，庆恩，还有蒸汽。然后呢，你就是把它厚厚的铺在，厚厚的，这么厚啊，好厚哦。
哦，哎，这个很厚哎，对，真的像艺妓，艺妓真的，对啊，我这样不会像艺妓了。老师才说这叫烘焙，这个叫烘焙法，哦，很像面。所谓的烘焙法就是啊，它就是有一点像在烘焙你的那个面包一样。哦，面大哥，但是啊，你这个蜜粉一定要选比较保湿型。然后这个它里面还有山茶花的精油，哦，所以味道很香，所以它烘焙的话就不会太干。哦。哦，这真的像艺妓哇！对啊，我不会太像艺妓了吗？然后烘焙的时候，我们要给它一点时间嘛。哇，这么久，然后进烤箱哦，这是超多的，妆就没了。真的，你给它画，它画完是也要进烤箱？哎，对啊，就这样进啊？对啊，我们就来示范这边。正常程序是这样啊，烘焙之。粉撒完对啊，要进去啊，进去。哎，你忘了撒一点糖粉啦。通常啊，这个烘焙法就是啊，你大概要等20分钟到15分。啊，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来画眼妆哦，就可以来画你的眼线。然后像你的眼影粉掉下来，你也不用怕，因为你已经有铺粉了。然后因为我们要等嘛，那我们就先示范这个比较偏干的这边的示范方法。那这边叫烘焙法。那这边我要示范的这个比较偏干性肌肤的这个叫做适合烘焙法因为会太干。对，对。那这边的话呢，我们要示范的叫做三明治的定妆法。所谓的三明治定妆法呢，就是它现在已经上完了粉底，对不对？对。然后呢，我们上完粉底，通常都会铺蜜粉。嗯，对啊。这个时候先不要铺蜜粉，我们先喷定妆。刚刚那一瓶保湿的。对。哦。然后呢，等这个定妆喷雾稍微干的时候呢，嗯，哎，可以等我一下吗？可以，我去拿扇子。我有，好的，啊，对，帮你折。谢谢徐梅姐。我有。就是啊，我们要让它的这个定妆喷雾稍微比较干一点之后呢，帮忙老师。可是这会不会太小？会不会太大？太大了吧？用朱雨萌的照片，朱雨萌照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够不够？这够吗？老师，这干了吗？干了吗？干了吗？你热吧，老师，吃过吗？好了，干 ，OK， 好。然后呢，定妆喷雾这边干了之后，因为你快睡着，啊，现在才铺蜜粉，对。所以就是像三明治一样，加起来多一层保湿的感觉，多一个定妆的。这个就用刷子咯，对，同样的一罐山茶花，对，山茶花。然后我们刚刚就是粉底完，先喷定妆喷雾，然后呢再刷蜜粉 ，OK。然后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粉已经很定了哦。对啊，这已经很。感觉到它已经。然后这个时候啊，再喷一次定妆喷。哇，太棒了！还是三明治哦，真的，嗯，哇，一层一层加上去，对，然后拿那个，这样就变成一个三明治的定妆。哎呀呀呀！来，好，谢谢。对，这很像皇太后。没有，帮你快速，突然切到这频道，帮我们的娘娘这样可以吗？好了，可以了，好好好，平身。好，这个时候啊，你就会发现，其实你这边的粉底已经非常牢固了，因为啊，你的粉底就是喷完定型液，然后再用蜜粉。然后再喷一个定型液，就变成有三层了。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偏干的肌肤可以使用。然后这边是我们就来帮他把这个蜜粉弄掉。弄均哦，烘焙的那一烘焙的，时间差不多，我们就用一个蜜粉刷，把它刷掉，把它扫均匀，不是刷掉，轻轻的扫均匀，对，轻轻扫均匀。哦，真的有一层，好水嫩的皮肤，还要洗压给一下，还要转圈圈。好，这样子啊，去烘，对，它就可以变得非常牢固，它的那个真的吗？粉底跟那个蜜粉整个会结合，因为现在要泼水，现在换小星星来了。我先讲完，因为像烘焙法、啊，它就是利用你的皮肤的温度，然后呢，它就会让你的这个粉底跟你的那个蜜粉就会整个结合在一起，所以你的粉就会变得比较牢固。好酷哦！对。那我们要进那个桑拿之前呢，我们先用口罩来让它定妆，按一下，试试看。对哈，平常真的可以直接压在上面，对，都会用力，要用力，用力。啊！哇，真的很大力，大力哦！我现在很想认真测试，真的没有哎，好扯哦！哎，
真的没有哎、欸，我很用力哎、欸。对啊，搞不好那上面压痕了，搞不好那上面有粉，脸上有压，他有我都有压痕了。我刚超用力压的，我想说真的假的？真的耶，真的很厉害哎，也太用力了。你在醒吧？没有，真的耶！哇哇，太多了吧？对，所以就是这两个方法，就是看啊、看你自己怎么选。我们让小吉炫进去，我要学，我要学，太厉害了，我厉害，小吉炫，嗯，好来来，我进来。那有顺便啃玉米吗？小心会滑，我们今天已经暖好了。就喷吧，就眉毛而已。蛮多的，对，好，这个喷头，来来来，再认真，超湿，我要用力，好，你用力。我，等下底妆被掉啊？没关系，只要眉毛不掉。对，好，来来，我看一下。哦，哇。好期待哦，感觉厉害哎！小姐，温度可以吗？温度很舒服，很舒服。现在目前、就是、开始唱歌吧。街头艺人，街头艺人，请开始你表演。而且要打揭开的揭，街头艺人。街头艺人，街头艺人，街头艺人。好可怜，这个都会红哎，会红，好好，这很有趣。你慢慢聊哈，你慢慢享用，请慢慢享用。好，来，接着下一轮。你的困扰，我的困扰是我其实最常掉的反而不是底妆，是眉毛啊。我今天就没有画眉毛，很好啊。你眉毛没有画，没有化妆 OK 啊。明明就有画，前面有化。我没有，没有。我今天我天生眉毛是浓的，嗯，但是呢，要干嘛画？要干嘛？但我眉毛比较短，你比例看起来我的眉毛是比较短的。哦，那你窄脸啊，你要画多长啦？没有，如果这样子的话，我夫妻宫会凹陷，那我感情线不顺了，所以我平常是会用眉粉画眉毛，把它拉长的，尤其是像韩星那样，就一字啊，然后浓浓密密的。这应该两位老师可以吗？解决得了吗？啊、还是要找阿汤哥来啊？对，你要讲到夫妻宫，讲到感情，对啊，面相问题啊。你看啊，大家都会说我的脸型什么的是 OK 的，可是你看我这边是有比较窄。我这个地方有凹一点点，所以我补一点玻尿酸呢、啊。对啊，嗯，这不是画眉毛的问题，对啊，是画眉毛的问题。你看我现在是没有画，如果有人帮我画上去，会有差的。哦，我想看看哦，谁？有可能有人帮我。没有哦，老师，Ivan 老师，你帮我画一下。没问题，来来。我告诉你，眉毛对我真的很重要。我如果选一个要画的地方，我宁可不上底妆，我要画眉毛。哦，真的假的？真的，因为眉毛画了之后，人会变成。不一样，他还好吗？哎、欸，小琪，你还好吗？你还醒着吗？他还好，他都没有声音嘞。啊，真的吗？真的吗？我已经考虑回家买一台。哎、欸，但他脸好粉哦、喔。要再吃另外一根玉米吗？我们这边还有吃完。对，你吃到有吃成那个样子，三分之一。很舒服哎、欸。我继续享受你们。哎、欸，你现在妆还是很美哎、欸。嗯。而且他妆还有那个粉的感觉，对，不知道完全没脱哎。我觉得好像比刚更好看哎。我现在整个脸一直对着那个蒸汽，想说就让它蒸，所以我也想看看这真的很持妆，哦，很厉害，我头已经开始冒汗了。哇，这个摇摇摇，街头艺人越来越漂亮了。越表演越漂亮。其实那个是美容舱啦，美容舱，美容舱。好，首先，我现在是就是没有画眉毛啦。对对，我先帮你把其他都有画。OK， 好。其实很多台湾女生啊，就是眉毛都比较容易偏短。对，嗯，然后她们就是会每次就因为台湾女生可能我是修的，就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流行什么样的眉毛，我会一直拔一直拔，拔到最后老了就长不出来。哦，对，我是修的。然后像尾巴，我觉得是最困扰，因为有时候拨头发啊，可能稍微就会掉。或者说夏天最担心就是有些人会用眉粉跟眉笔，对，可是出油之后啊，它会一个油光感，嗯，我不知道有没有画完，会有反光，对，亮亮的，亮亮，就跟眼线的道理是一样，看起来就会有一点俗气，然后老气的感觉，对，对不对？好，然后呢，像我们以前如果要画比较浓的，就是眉，不管是比较浓、比较持久性的眉毛的时候，我们以前都会用眼线胶咖啡色的，可是有时候咖啡色的。眼线胶画完去之后就要很小心，不然就会变太浓。哦、然后最近就是之前我发现这个牌子啊，这个牌子是出眉胶，
出名的牌子。哦，对，胶，知道吗？对，这个它的眉胶超级好用。我也是用这个，也是用这个，对不对？像我只要是去拍那种 MV 下水、爬山，我一定用这个眉胶。我用过很多的眉胶啊，很多的就是眉笔啊，什么说什么二十四小时不晕染啊，我觉得都还是晕，只有这个不晕。哦，对，它非常神奇。嗯，那个。然后呢，这个眉胶在使用的时候啊，它其实跟眼线胶有点像。嗯，就我们在画的时候要一个小技巧，在我们在粘附的时候啊，我们粘完之后不要直接画哦，我们一定要在手上先过掉一点点，先让你的刷子是粘好足够的量之后，过掉一点点。是均匀的在我们的刷子上之后，我们才可以开始画。因为如果你不过掉之后，就会有点像画，太深了。对，它会不好，你放上去之后会太黑，然后推开了之后会容易结块。嗯，因为眉胶其实很多女孩子们可能不太敢用，她觉得会担心会有结块，会变成一片。对，会一片。所以你要先写小楷这样子。哦，对对对。所以一定要先过掉，让你的刷子上是均匀的，上去的量才会是不会太多，不会太浓。然后我们可以加强的地方，第一笔下去的地方一定要是眉毛中间的位置，因为是最浓的地方。眉峰。对，就是眉峰的地方，我们往后做延伸。哦，老师，你帮他选什么色？要配合我们的发色。对，要配合发色。像新梅姐的，如果她的发色是比较浅一点点，对，她就可以选有一点带灰金。对，一点带灰棕灰金色的颜色，然后要一点带红的颜色。为什么？因为偏红的颜色啊，它会跟那个金的颜色是比较接近的。好的，对，那所以我要买三个，买三个，红的、灰的、金的。其实买灰现在的颜色都分得很细，它因为它这个牌子有好多颜色，那我需要挑这几个颜色是比较，这个是比较深的颜色，它有比较带灰棕颜色，新美姐是可以用的，就可以用的，都可以用的。老师，灰的画完会不会很像没有画？灰的画完不会，灰的不会，灰的画完会不会像小钟一样灰灰的？不会不会，你画成灰都还看得懂。真的很多梗呢。然后在画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就是，一般我们在画眉毛的时候，我们都是用就是这样推嘛，直接推开。可是我们在使用的时候要稍微用压的方式，压，用压的。哦，被补齐了耶。没有，然后其实因为雨儿的眉毛本身就比较浓，对，所以我们要去补的是那个空洞的地方。然后因为胶的这个东西啊，它是胶状的嘛，所以它是有点点像附着度会比较强。对，我们在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去用很像我们在画眼线的一样，用压的那种感觉。用压的，对，用压的。哦，感觉你用压再把它挑起来的感觉，对，有点像在擦粉底液的感觉，有点弹跳，用压的方式。像我们放下去之后，对，我们放下去之后有点按的方式，然后有点弹跳压上去。哦，往后拉了，对，这样看起来很自然。我看一下，很自然的。其实差蛮多的，尾巴就出来了。画完眉毛差蛮多。然后啊，这样前面的地方剩下来刷子的量，我们就去补前面，就不用再重复粘了，我们就把它稍微往前去涂。那这个时候因为刷子上面的量已经是剩一点点的，我们就可以用一点微搓的方式，就跟刚刚的手势其实不太一样，我们就是用这样微搓的方式把它往前，把最后一点带掉这样子。对，把它往前带。那因为宇文的发色是比较黑的，所以我选的颜色啊就是像这样子，配他的发色。对，配他的发色，有点棕咖啡的颜色。好，把空洞把它补满。那我教大家，如果就是像我自己在画我自己眉毛啊，就是我喜欢看老师的就没有那么。我喜欢的眉毛是边边是比较雾化的，就是你可以选像这种眼影刷，因为一般都用眉刷嘛，就是这种眼影的刷子，你把边边边界感，边界感，对，让它再糊一点点，好看，把它晕开。对。然后其实现在的眉毛也是喜欢不要太过于就是线条感太重，尾巴可以啦。但前面就是要让它很自然的这样晕开来，整个有精神了，很好看，对，眉毛好好看。原本有点衰的样子，你现在整个真的真的，而且精神整个都起来，精神这个都起来，真的跟你说有差呀。对，其实眉毛这个你要买，真的。其实眉毛真的会决定于就是有关的那种，好看哦，差好多。画一个眉毛又这么久，老师他要多久？我怕小奇炫手了。我其实很担心小奇炫呢。哇，他很认真在看小奇炫，他连一点空洞都没看。但是我的眉毛超认真的呢。
小徐姐很认真哎，我已经在等着，我满身大汗了。慢慢修，我们先来那个来看一下，我们先来看一下小徐姐。开包厢，开包厢，开包厢，开包，开包。他出来你要扶他，或者那个。哇，好湿哦。哇，超热的，超级热，他流汗热塌了哇！很认真哎，闷岔了你。我衣服都湿了。对啊，对啊，这超有吗？有吗？我看一下，手举起来一下，我看你腋下，腋下还好啦，腋下还好。哎，我现在整个脸是湿的耶。对。哎，妆感觉还好像还是完全没有。对啊，屁股都湿掉了，好热哦，里面真的蛮热的。内裤都湿了。你看一下我的脸，我脸上都是水珠，我刚脸一直靠近那个蒸汽出来的地方。想说就看看他有多持妆这样，哎、欸、真的，哎、欸、用口罩试试看，不然我们再用口罩试一试、这个很可怕咯，这个很狠咯，因为有水不掉吧，等它吸收一下啊，哦，等它你拍一拍，你拍一拍再干了之后，对你等它拍一拍，因为现在有水吧，我觉得可以，哦还是哦，看一下，这里也有，这里也有，哎吴仁子，这是我们的工作，有没有舒服了？来拍 MV 哦！哇，你好像在拍 MV 哦！哇，要感冒，女明星，他会感冒啊？他会感冒，笑死！看看对我们很感冒吧。有干了吗？来试试看。好，好，来。哦，很用力耶！哇，他真的很干，他真是要来踢馆的，我觉得他真的没有什么，真没有。Magic，Magic，Magic。厉害老师，快哭了！哇，厉害！好像哭了，老师是不是？老师太强了，我毕业了。针对不同肤质使用的定妆法，就算经过蒸汽的摧残，真的都不会脱妆哎！以后出门再也不用怕妆掉光光了。好强哦！好强哦！太神奇了吧，这个哇，这太厉害了，会比较学到了，学到了。那老板，那 Vince 那个 Ivan 老师要怎么？好来，他要进去。接着呢，哦，对我刚刚啊，就是你要自己来测试。对，我要，我也要做个测试。好，我不行，我不要。一点点就好，一点点，我们喷一点水。哦，这边一点点水，可以，水可以，好，水可以。平常我们自己如果说啊，我们就是一般就。一般如果说我们平常像夏天这样就可以出门，可是如果说你是要去玩水，对，然后去什么爬山，你会整个流汗到不行，当然，你就可以压一个透明的蜜粉，把它定住一下。好，那我现在要做个测试，就是我要在宇文的脸上喷水，哇，压它，来来来，我先保护你的眼妆，没关系，就喷吧，就眉毛而已。哦，蛮多的，对，毛起来，这个喷头很开耶，我在认真，是超湿，我要用力，好，你用力，我，等下底妆被掉啊，没关系，只要眉毛不掉，对，好，来来，我看一下，没有，哦，哇，而且艾文老师也毕业了，哇，最容易脱妆的眉毛，经过老师的巧手，就算遇到水，也不用再害怕变成无眉道人了。今天老师们介绍的所有商品，以及我们的真容在哪里买，资料请追踪我们，我是大一君哈，谢谢老师，谢谢各位，谢谢老师，谢谢大家。